一贯道主张宇宙与人生的总源头来自于形而上的道。一个人生活想要舒坦，必须身体与心灵的道路都要畅通。如果只有身体健康而心灵的道路阻塞，就容易产生忧郁症。一贯道的修行方法之一是鼓励每一天能够心发正念，尤其对于忧郁患者，我们鼓励能够再加上暗示性的语言，每个念头可以带出我很好，我很勇敢，我做得到，希望能够坚定信念，给自己一些力量，把心里的道路给畅通出来。一贯道也讲究天人合一，天可以代表宗教信仰，人可以代表专业医学。除了宗教信仰的事之外，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医学，相信客观检测，这样必定能够为我们身心灵带来和谐美好的境界。